江山忙佛百姓，明黑三江太医跳牙齿江，听过无分模样，乃神梦做英雄，强雄树心随意，插脚踏，一笔天担心你，是因为清洁公司老板的事情，我心情不好，躲了起来。其实，经过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也检讨了很多。一直以来，我都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因为是对的，所以我从来不去怕，不去顾虑，放大胆去做。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所坚持的正义竟然会去伤害到善良弱势的人，甚至还差点害一个人失去了性命。所以我现在觉得，对错不应该界定的那么死板，非黑即白，对吧？我反而更庆幸的是，清洁公司的老板没有事情，要不然我真的怕你会走不出来。你看起来那么冷静，那么理性，其实心地很善良又柔软。如果那个老板真的因为一时想不开而烧炭怎么了？我担心你会内疚一辈子。哎呦，只要是人都会犯错的嘛，没有关系啊。这次犯错以后，下一次我们就再更仔细的调查，多站在不同人立场想一想就好了呀。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弥补我们造成的错误，知道吗？淑妹姐说啊，盛爷答应会帮那个老板找到愿意贷款的银行，你就不要再自责了。赶快趁热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好。对不起，我再去打一杯。
喂，阿秀，兄弟啦！连你也瞧不起我，连你也瞧不起我，你好可恶！你不要打我！连你也敢打我，我打死你！你以为听我好吗？ 你又去探望清洁公司的老板啊？嗯，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因为盛爷介绍了银行，决定贷款给他，再加上他的员工都非常支持鼓励他，所以他决定要重新振作。而且我也再次跟他道歉。还有，他还答应我会尽快偿还圆梦的千金。 还好盛爷去找卢国栋立伟帮忙，银行贷款的事情才能顺利解决。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除了帮忙解决，我们也是劳资双方关系和解的重要关键。如果一开始就抱着攻防的敌意，那么很容易就会瓦解掉。 原本可以好好对话的可能性。对啊，因为哦，我们很容易就会站在劳方的立场跟资方对立，所以哦，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很重要哦。哎，医生，你有人哦，我们可以报名语言协商。你还去看一下天师啊？ 苏珊雅老苏秀姬的公司资料，还有欠公票卡证明拿出来，其他人还唔肯承认苏秀姬求高楼，慢慢承担苏秀姬年度业医疗纠纷呢。反正哦，公道清明，行还冇结果，真嘅要欠死。那我再陪你去一次好了，不过这次不行，就再去一次，一直到他们妥协为止。可是照我今天去医院状况来看啊，我觉得我们再去一次。 只会让苏小姐再受一次伤。既然阮的不行，那就答应的。我说错了吗？其实柏辰说的也没有错，哎，我也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对医院施压，不然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打算管这件事情。不然。 等盛爷进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了。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串联医院的其他护理人员一起罢工，对医院施压，让医院高层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宋明啊，罗检处长来讲，范章组长有讲来讲，报名医院之前就因为护理人员超时工作。 本罗检处哦，发哥，也下看起来，黑毛怪山啊。那如果是员工自立救济，向老板抗议呢？就算只能酝酿一下想要罢工的氛围，应该也可以当做是一种谈判手段吧。应该是，不过要串联医院所有的护理人员需要时间，而且啊，我们要调查一下医院的背景，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筹码，到时候。反对。为什么？ 按你做啊，我养强偏人的权益都是啊，点都不本人员，抽身犯好狗。可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些高高在上的医院经营者根本就不会正视护理人员的权益啊。而且，站在劳工的立场来说，如果其他方式都行不通的话，那么罢工的确是最后也是最有效手段，不是吗？我觉得这个案子牵涉医疗纠纷。 用罢工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不妥当。
就算是我们协商无效，劳提盟也未必要介入。要怎么做，你们再想想。生涯，呀，那嘛在进行啊。平时在跳表演生涯，也被杀球起来啊。阿雄生涯听说有给阿雄发了，既然他反对，那我们再想想看其他办法好了。看恁着白医啊，甲我的名声啦。恁若插手这个案件，代志闹大，对以后一寡代志啊，我都无好处理啊。我即马正咧杀一个参照相关的法案，这你知影？即马出现一寡对我不利的新闻啊，已经拢会影响到社会的看法啦，对法案的正义。无好讲啊！搁再讲啊，我也败着一个过劳企业的形象啊，以后要帮恁开遐条会啊，其他代志我就变作无你电话啊。唔想我讲物个，你就直接讲好。这代志啊，正经我是无清楚啦。如果也是真正有问题啊，你就让我家己来处理就好啊。我会定调下骹管理的人改进。一摆啊。你就跟我斗三工，请你的下骹人啊，莫阁管啊。我知啊，之前我有跟你斗三工袂少的分享啊。一摆啊，你就当作是我人情，安尼好无？这个案子啊，从一开始就是一出政策杀人的悲剧。结果最后啊，因为蓝福保全对员工邓先生的申诉啊置之不理，造成了、邓先生最终因过劳脑溢血而过世。还好盛爷去找罗国栋立委帮忙，银行贷款的事情才可以顺利解决。医生。严杰，唔该，他讲的 N 楼梯门冇必要插手，系嘛个意思？爱对你楼梯门都压下，不过唔该安内，你做爱都清楚你去做，你硬要付利息给安内，你啥点都要爱都冇插手啊？好啦，是冇去，严黑讲生涯听说有个想法，有咩个想法？自家老爱讲清楚做唔得嘿，爱行我老熟手去交代呢，爱总做唔得老给讲，压下楼梯门冇办法听数诶。你都这么看到，第二还要上个时间，结果都去伤心。院长安内啊，我对你做我倾倒，也上我格格格格。但是吼，安样会做啊？我喊我怎个上啊？上来有乜个好上的啊？眼界，唔管挨发动窗帘拍光个礼物，上来去乜个？盛爷，是罗国栋立委的关系吗？罗国栋立委是帮阿兴哥发记者会的那个立委吗？他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啊？我刚上网查了一下资料，罗国栋立委就是博明音乐的董事之一。啊？你唔知啊？生涯，老罗立委有关系嘿？你确实有大天发不满。原来你系为罗立委跟压力。张变的案呢？畏畏缩缩。罗立伟佮有答应啊，佮啊，我先到伊爷的内部协调好亚天事情。一次都亚哈，伊爷个态度做动啊，你真佮相信佮讲的话？我熟悉佮记下身面的，佮很娘很人啊，我懂清楚了。邓财新的事情，邓妈妈做的拿到案都要赔偿金，也全系佮天数的。亚天事情，你也得传递呀。邓妈妈的事情，
其实有天数，不过也唔知其老报名医院有关系呢。孙爷，你有冇讲清楚啊？我系希望啊，等到事情做得结结了，再来讲。孙爷，我觉得这件事情跟邓才先的事情是两码子事情。何英泰说的没有错，我不认为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退缩。应该都知乜嘅？其实哈，有一档重要的重组法案要推动，做唔得本负面的消息影响。有一法案吼，对老百姓亲有利，挨上个天数去。我们承接案子，为什么要管罗立伟在推动什么法案啊？难道你要我用这个理由去说服苏小姐吗？现在我们不过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去做对的事情而已，不是吗？盛爷，你因为罗立伟的关系在这个案子上妥协，我真的对你很失望。哎，盛，我系按你讲啊，你阿对系无认同的话，记住唔是这个讲的。总讲一句啦，罗天明啊，唔好插入件事情啊。我真的不敢相信盛爷居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哎，既然因为一个立委就动摇了，那以后我们要怎么面对更多不同事业打压？我也没有想到盛爷会这样。你有没有想到别办法？我现在真的很担心苏小姐的状况，家属把她逼得很紧，我在想这次是不是得违抗盛爷的指令，想办法找出一个对苏小姐有利的处理方式？我有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帮助苏小姐，只是我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什么办法？如果要等到医院出面负责，不知道等多久。再加上你刚说了，家属逼苏小姐也逼得很紧，我建议先找个可以帮助她的律师，如果将来家属要跟她对簿公堂，她也不会措手不及。你觉得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这个案子盛爷这么反对，那我们就不可能找老铁盟义务律师啊。苏小姐目前的经济状况也负担不起外面的律师费用。你不是有个朋友在当律师吗？就上次见面那一个。你是说立翔哥啊？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点尴尬。怎么了？没事啦，很棒的提议，我会再找时间问看看他。医生，喂，李雄哥，你有喊我啊？昨天唔得来，今朝要喊。做身上都打半开啊？嗯，太衰啦。前两年我临时有事情，就唔记得老公讲我做唔得医师班。过个我的手脚有切针都无疼到唔大不爱，你有电动球无？怎么解释伊？怎么见啊？真健康。唔得咯，你最讲伊个电话。我唔巴多，我不送我过请来吃饭嘞。没啦。其实我还有事情想要拜托你。什么事情？你讲。我一辈啊，交了一个护理师的案呢，经费超过了建议医疗给分度，一下加上的高级。我想要问，有可能做起假的律师，老几天数出一个案的无啊？给到哪间医院上班？国民医院。
博面子的。去家属怎么解付伊？你又有点麻烦。小哥路出现个医疗纠纷诉讼时，最错，我唔知啥，搞不来。有样冇啊？你想搞什么我？跟我喊白见面，我请你吃饭咯。好啊，喊你白见面，俺没有法商量讲清楚。故事我们决定，我答应你错冇？俺见面成功好吗？好，俺可以，拜拜。拜拜。快走，我下班了。是啊，马仔，整理好了留资料，后面要接的。听我堂讲天花，那些么朋友吼，哼，伤都无汹涌嘞。那中医些么诶，不过俺唔搞些么朋友，有句话来讲，没有牙齿把人落走。听我堂到人讲，薄面医院，一直安呢，你真好莫插。董事会里边总啊都系有头有面的人，其中有一个还要你发鼻炎，你自己想清楚。工作和感情个本好嘞，我来讲，你点嘛？给你，我先落去啊。孤守一城姐，英泰哥老生涯，冰面呢？黑毛。潘公司因为个个安内个想法无相容，一个冷战，实在堵唔掉。希望生涯也摆处理个方式，唔好本太家失望。喂。怎么会这样啊？我马上过去哦。怎么了？苏小姐她在医院和家属里面发生冲突，苏小姐情绪激动昏倒了，我去一趟医院啊。我陪你去。我要谈不上了，今天还没有遇到护理师的事情，这位愿意的应该是啦，刚才医生这么天发就姐，你怎么没看到？俺的护理站做事，姐都将你来打俺。伊因根本就唔干，今日请我陪伊去解决处理医疗纠纷的事情，个证件都唔掉诶。王医生，王医生，那都落天门村面土营业大厦没无结果啊！你还会得急救呢？那都根本就无办法让个天数冲嘛，做唔到就无意外呀！请问你找谁？请问肖丽想在吗？你有预约吗？我有急事找他，拜托你。医生。熊哥，有喊无啊？做点汤供应他无？我面付你十个欧元。你冷静点好冇？俺冇办法冷静啊！刚才派人告诉，真个真冇共同理耶。佮到根本，既然这位演大叔小姐，所以就让俺个老公公跟着付你死啦。哎呦，有人哈！俺等一下还感冒，还蛮严啊。给王医生，因为俺要好装，俺要调假。冯君婷，王小姐，唔好。唔好，还是俺要结识。
你想讲从边唔咩单外？你几时见我好冇？我穿个上海底。等一下。唔是你啊，唔到啲嘅毛汗好，我冇应该按摩连猫走进来。我想讲啦。你吃饭啦？事务所副院有动作，唔可以查喺上堂。唔想什么嘅？你想讲，以前讲真实好嘛？眼冇喺度见，睇过错好冇？系对呢件动作事。什么公司翻嘅事情好冇啊？唔通来讲，苏小姐啊，根本系林动差依家叫安嘅。如果依家事情有变化，我可能冇办法听书。全部唔限单嘅，我两个听书系。我评估过后发现，我可能冇办法听书。但亚苏康真的同到我有呢？亚汉其实挨家佢好，真经营系乜嘅啊？亚条狗唔本唔扎安，好想提升挨过香，但没吃到，冇妥当。你哋薄明院嘅东西，其中一笔系先进地位。用两咩嚟讲啊？冇上扎安，冇看对象。事务所接帮嘅时间。可是我考虑，先送茶好吗？送茶成功啊！唔好听好冇？你唔听，你系失望，有冇想到我咩人嚟嘅？你个护理师做咗冇人嘅天数，还我有其他人天数啊？你爱死到今日，好自家成空咯？我哋农家一路填埋只田路。我系要动到一条都唔做得做啊！医生，第一下先入咗医来，脑系穷下，唔知你觉得我轻松条诶，唔知想条摆很辛苦诶，原来唔漂白过后，我就一次不正式回应诶。医生，我系招工，系唔好闷失望。做马鸡丁做一点亚克直接讲亚克斯啊！你这样起起来，我爱听书诶。啊，你讲爱吃肉，爱真年轻发一台。亚伯诶，我一生都唔对你好。对我爷爷好，我真见唔到我娘的老人家亚天师。你念嘛个意思喏？我一起欠来。就系老母诶，对阿哥嘅感情。你想讲，惊阿母嘅事情，就再冇发生过，俺继续留条白强勇好唔好？你系咪我都骗你？咩啊你？就算我冇爱到骗人，我老妹冇可能。不是，唔真嘅，我都骗人。唔咩？结婚都冇结咯，系咩行态？不是，唔真嘅，我都行态。
你因为何来故所起争来错吗？哎，唔对，结婚咁咪结咯。从细到大，阿老医生自己有距离，虽然也冇去发尊重来讲，不过其实最唔对，糖来倒垃圾啊！你要跟阿叔有个想法，唔过阿根本就唔对，唔对继续乜嘅。医生，我冇人讲起，因为我唔识本相，我唔识本相会点嘛？你讲唔真变中医经验，你应该攞个本相相嘅钱攞落去。你想我点啊？跟我肯摆住老唔讲，我全部住老唔讲好唔好？医生，唔好其实系本系识其边好唔好？好不好？你个毒中医，你个毒中医。黄医生，你刚去哪了？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苏小姐，你不要那么难过了好不好？没有关系。那可是我其他两个还没还给你。没有关系，下次再一起还。我知道你很担心苏小姐，我这边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你要跟我去试试看吗？这小事啊，刘董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我们只需要点时间而已。预约吗？好，帮个忙。有些人不能改天啊，去你招待所喝酒啊。嗯，好好好，我会记得。我现在有事哈。好好。委员不好意思，他们两个硬是要闯进来见你，我在外面拦不住他们。你们是谁啊？我们是老天门的员工。啊，我想起来了，保全员记者会上我们见过面嘛。你去忙吧。是，委员。找我有什么事情吗？立伟，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请你帮忙解决国民医院护理师苏小姐他的过劳问题以及医疗纠纷。我已经跟你们盛爷谈过了，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会处理。可是目前为止，苏小姐完全没有感受到医院愿意出面的诚意。她今天被情绪激动家属追打，医院也不闻不问，这让我们怀疑你根本就没有诚意想要解决问题。你也都跳入虎诶，起码你还唔也都去请罗立伟诶。哎，没老人家都讲过诶，我切干我处理，一下人家都落事情，没多少人弄搞搞诶，我较好诶。给两三枪黑凶案老事情处理后，我立笔改片，马上去费斯里啊。要爱费斯里，医生，本来就黑啊。请条家谈判，每次做诶安尼做法，
要不然要强用。韩国苏秀这个事情，一再证明罗国栋根本就没想要改善遗言的劳动条件。癌症给我们的生涯，你做嘛过来乱看书？生爷，去找罗立伟是我的提议。如果你要怪，怪我就好了。可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说，自从我进劳体梦以来，我一向最尊敬你。这一次我会站在王一成这一边，那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劳运团体，就必须要坚守立场。事情无用，就讲个暗洋葱啦。好个啦，不是再搁讲个啦。劳运、共运，唔免猫猫个做做做的，拄到劳资对标个时间啦，他家比个是体力、耐力，还有比执念、比人脉。除了我死人，老罗立伟的交情之外，我希望做的为罗天门的未来设想。我唔肯听书，也到苏库的副理事，系因为俺丫头还有千多的案要处理。我听从的保留，罗立伟也装牌。就会因为你老公关系中，老公抗药师。本来就无资源、无条件，迄老子逢对标，我以小博大，怎死于楼梯门啊？要怎迄楼梯门存在个原则，老理由啊？不过生爷，根本个你遇到一个人物，去改变楼梯门个原则，也就会失去根本。你迄楼梯门个领头者，失去根本。跟人就可以讲乜嘅未来啊？平常吃豆，阿亚白做茶，知道吗？奶料计尔心情，唔像迄个上，迄个帮中来，来要做老人强用个家庭无？我相信，唔会按来做啦。孙雅。俺刘并肩作战按多年，宽过按多政治人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可以脱离，应该比俺较清楚啊，错冇？奶弟，唔冲你去，顶不你，唔过按你做，肯定老罗立伟系好朋友，不过。迄讲对方无去你两米床，我唔做违反伢原则嘅事情。安尼，伢知道伊也唔系正经嘅朋友啦。伊忙做立委之前，我老弟恐吓灭国冤，佮用事我晓得话，好傻又干病，确实，我老弟有革命情感。怎么样叫我处理事情的态度？不是手啦，我自家己我让会做。我老杜。你根本就唔爱来啊！今仔日你下骹两个少年的啊，实在太无礼貌啊啦！挡球无打球的，骨头拍上路的，来啊！你找我来就是为着要拍球吗？娘哎，我强嗨，根本就俺就变输样。
那地下点钟啊，唔开枪，一下打冇翻点钟啊，开到抽掉嘅样。老阿啦，都五十岁啊，这年岁啊，我都无认老啦。头摆抗疫时间，来两杀，特摆做阿兵都青头前。那老警察的太马世上这样子啊，人家都对未来亲手力看到没公平的事情，就像个推给到没钱没事的人出头，梦想用自家能力来改变社会，改变环境，也是爱多落去的。唔做立委，虽然 V 也冇强强，但系强强嘅，人家就限系强强按打拼。你叫我来拍球，佮讲着以前嘅代志啊？哎，你是安怎？我系想到莫忘初衷，也是杂事，我拿着剑头出家。也许唔免唔记得当初的本事咩？物嘅 case 安样去处理 ？SOP 系物咧，我也做得讲到清清楚楚。但系遇到困难、遇到问题嘅时节，人家就系唔咩强强，我企到劳工嘅立场去听书记啊，也许。求起来，保护自家。今日呢，办公室的后生的提醒啊，还都会想，我多带还记得最初的本性。通嘞，嗯，还讲啊？去到医疗第一线的护理师，超时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吧？老人讲，如果改变医疗的环境，根本就不是。行开不是讲啊，长洲政策要去牵扯，不过关了。我跟你讲，长龙。阿哥的感情，你想讲，跟阿母的事情就这么发生过，俺继续留条白强强好吗？母亲将来不会再见你好吗？你别个动中医，别个动中医，中医不要死，不要死。我冇爱到骗人，牙佬咩冇抗人。古时候唔整完，我都骗人咧。唔咩？机会你咪惊咯，系咩害太？古时候唔整完，我都害太。你因为害太，古时候几将挨错嘛？挨唔得。
韦老师你好。好，请稍等。怡晨姐，天发。喂，苏小姐，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有空过去看你哦。拜拜。苏小姐说，医院态度转变了。听说是罗公栋立委出面的关系，医院已经替苏小姐和家属达成和解了。那太好了。OK， 一眼事情顺利解决了，你们应该就不用跟盛爷冷战了吧？啊，盛爷，苏秘书，告诉你们好消息，傅里斯的 case 顺利解决了。真紧哦，还没等候啊。听说迄伊位孙爷娶不腻迄情路地位，好冇？事情做得几件就好个啦，慢慢做位啊，冇冲脚啦。孙爷，什么？兄爱，我老人两三非是你张错啦，也拜，还多人也得我神通。江苏青岛，人哥啊，不管发生乜嘅事情，再冲廿块强强，感动啊，对冇？我听说威斯更多，还有我，事情圆满解决哦，真是太好了。今天啊，我请大家吃下午茶。哎，伯承啊，你等一下去买一些红豆饼啊、蛋糕啊什么的啊。没问题。那个，我是觉得吃太多甜点不好啦。吃太多甜食啊，除了会发胖，还有蛀牙之外，最容易就会有三高的。其实，我是真心建议不要吃太多甜食，除了发胖、蛀牙之外，还会有三高哦。多成，我觉得，哎，苏梅姐。我去买红豆饼啊！哦，加黑啊！苏妹，好吃哎，有没有吃？要！哎，不矮。海娜，很好吃哎，你要不吃看看？三高哎！是蛋糕，你吃一口看看嘛。啊，不好意思，请问何英太在吗？雨桐，你怎么会来？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又喊我坐在公园哈发。坐的。几许么人啊？看因太哥家个反应，伊就应该动手，还佫苏氏动手的。姑嫂嘞？呵呵，师妹朋友。哈？那你唔知因太有师妹朋友啊？苏梅姐，嗨，我临时有点事，我想提早下班，可以吗？哦，好啊，啊，谢谢。海娜，你的蛋糕还没吃哎，你自己吃吧。英泰哥暗庆冲，你弟身边朋友发生什么事哎？哎呦。我啷讲啦，没有可能，迄朋友听听啊。哈，冇可能。徐文姐，俺们有事情，我先下班了哦。
伊讲爱我，真戆，用爱戆我，幽默。伊讲爱咱，当然，用爱咱咯。有没有？不用。因为你没事。因他阿嫂，你爸爸正经没事情哈。没事情，你不是死了？刚才妈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爸爸是因为头晕。所以去医院做检查。阿弟，我都刚刚安尼闲闲放来也不卡，唔要动好。崇拜，阿兄伊要卡食饭。根本伊，你来来门卡了，咱工作得忙。你就黑喵喵哈、啊，我根本伊有接到电话讲，我要卡我落一个贵宾哇，就黑唔哈。我要买当护士的结论稿等来说咯，等下来拿本。医生，你怕什么？阿婆，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不要乱拍我啦。他阿嫂，我看你个戏，我看不笑一下。聪明，喵喵讲的对，一天要笑一下。好，来啦，笑一下，笑一下。哎，哎呦，没卡过卡。喵喵是两位，请问今半夜电台阿叔住外面好些吗？好些，不过还是你妈妈住的还好些。阿太，他本来也没卡吃饭，是奶妈咪住外面啊。好啊，照顾你妈妈吃哦。今朝姐妹很慢用啊，用费老何英太同阿婆感情暗好啊。王一晨，老何英太将爱朋友，将爱同事听听，老佮根本就冇可能啊。拜托，唔好乱想好唔好啊！唔好乱想诶！早晨跳五杯，你跳啦，根本应爱去哪位做事？按做 everybody， 会开用小面哦。俩下马路红，茶安多，有银行东家，有银莫风向，安多故事随时发生。